换人生小孩呢？吵架或不开心的时候，就是幻想说，假如我性幻想。对，就是假如是跟另外的一个男生生小孩的话，那小孩会长怎样？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我想要收集两个不一样的作品。哦，基因配对哦。聊一些夫妻亲密床地之事吗？他都传照片给我看了，有什么？什么照片？因为稍微有强大的一个咨询，有博士幕僚，有博士，有幕僚，有专业博士，博士，博士，对对对，幕僚，博士，博士，有来审。他们结婚之后，其实我们就比较少，就是传那一些私密照片，对对，还是有避嫌。但之前一开始，但是你要讲清楚，不是床地照片，好吗？对对，是部位照而已，局部，对，都是局部，都是局部，对的。对对对，他有一个绰号叫大包哥，就意大利嘛。我怎么觉得我每次来大热门，然后每次回去之后，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。就是 wrong with you， 明明知道你们两个是清白的，但是他头上怎么就有一朵绿云？不是因为以前甜甜还没有认识宋先生的时候，都会一天到晚他无聊的时候，他就会问我我在干嘛。我第一时间就拍一包我的脚的照片给他看。因为我在上厕所，对，那时候他在大便，然后他还会拍他在棉被里，就是他都会告诉我说他所有他在做什么 ，ing 心灵之交，对。但是你是要问对方说你在干嘛，代表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你，对，我在想，对，你在干嘛？对，偶尔传是我想你的意思，如果天天传就是。无聊，无聊，是他们这个我也要承频率上的程度已经是宋先生，别人我就不讲，你我一定要跟你讲，少伟那部车，很明显他右轮这边比较，哎呦，哇，你这么来讲。而且他都用那台车啊，在露营啊，是。好，来第一道题目，我们想发问啦。来第一题，直接就来了。好，我们先问一下，可云会为了王少，会为了少伟哥做什么事情哈？然后导致宋先生吃醋走心。好，写下来。什么事情？宋先生会为什么吃醋呢？好，写好离手，三、二、一，举牌。来来来，好，哎呦。啊，庆生，一直庆生，哦，我吓一跳，是司机嘛？庆生，一直庆生，送他去庆生医院。银城北路太远了。啊，来哦，一直庆生，为什么？来来，立功。我老婆每一年，她就说要帮那个少伟哥庆生，然后呢，我们都是前一天可能11点多，蛋糕叫我准备哦，还算了，还叫我开车当司机，然后开去少伟哥家，就是把地址传给我，然后到了之后呢，那时候我们还带着小孩，然后就抱小孩给那个少伟哥看嘛，结果呢，就是他们抱小孩，一款六弦了，五弦了，对。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宝贝，五弦宝贝，宝贝，你看很像，这才是你亲生的爸爸。对啊，行嘞，对，而且最后就是小孩也在，然后他们就还请我拍照，然后蛋糕一根，然后蛋糕一根，抱着小孩，然后我就是相机旁边的局外人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庆生晚，我们后来回家看照片，才发现好像一家人，完全没有我，宋先生没有拍到，在我们的每一年，没有，我们的每一年，他都是相机背后那个超莫名的，局外人哦，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三口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啊！难怪小孩一出生就哦，难过的是吧 ？OK OK， 小心他也背前面的梗，他也背难过了，你难过。为什么你觉得庆生这么重要？因为十几年来，我每年都会帮王少伟庆生，而且都会给他惊喜。那以前可能还有多一点人，但他身边的人就一个一个离他而去。但后来你看，变成只有我和我小孩一起去，然后他拍照这样。就是对我而言，他的生日很重要，因为他在我心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。我觉得他生日我不能够缺席，很重要的位置哦。而且是什么位置？每一年哦，真的是每一年。你有曾经？想要把它吞噬，吞噬是真的没有啦。对了，吞噬真的没有，不好吞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我看练的哈。请问一下，可云最难以启齿的秘密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写 key word 就可以，一二三，啊，垃圾乱丢，垃圾乱丢，乱丢，换人生小孩。气到想要跟别人生第二胎，哦，没有，哎，你们两个到目前都答对呢。宋先生，你这个是什么？赶快草草回答。根本是局外人，我是垃圾乱丢。
这么小的秘密啊，我觉得很严重，这是秘密吗？好，第一个热色乱丢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每次吃一吃东西，还是就是没有吃东西，就莫名其妙他就突然要拿牙签，就抠一抠牙齿，这晚上还。就是很脏嘛，用完就是要丢垃圾桶，结果他没有丢垃圾桶，他就一直放桌上，桌上就累积好几根，我就叫你要丢，这个恶心。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家狗狗，然后那个桌子可能比较矮一点，就那种小桌子，哦，它会去舔，狗狗还会去把它咬下来，然后就散落一地，家里到处都是它用过的牙签，多脏啊！然后第二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它可能太常就是看手机直播，然后看到它眼睛花掉，然后它买那个直播的东西，化妆品、保养品，它那个字很小，它连自己买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要请我帮它看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护发乳哦，还是什么保湿的啊，什么小，哎。就是我跟你说，这是有连结性的，因为王少伟他也老花，阿姨在说，哎，你贴个框嘛，这下面，然后我就两个都老花，然后我就叫他看，因为你们他最年轻，所以就变成他帮我们两个看这样。啊，你那个字如果看不到，你该怎么做？可以看得到？怎么做？你用手机拍下来，再把它推开。哎呦，放大放大，对对。我这没老花的教你，你也真奇怪啊！但换人生小孩呢？吵架或不开心的时候，就是幻想说，假如我性幻想，对，就是假如是跟另外的一个男生生小孩的话，那小孩会长怎样？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我想要收集两个不一样的作品。哦，基因配对哦。这个可不能开这种玩笑，会走心。对了，而且米苔木那么可爱了，对呀。我后来我就语重心长跟甜甜讲说，你就算有这个想法，别人未必要成全你。我觉得他们那个是讲气话，就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当然会常常吵架，哎，气到说要离家出走，哎，我说甜甜这么严重，扪心自问，你其实不是很好搞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搞的，我觉得你要好好珍惜啊，愿意搞，对，这可能一个想法，我说反而言下之意是说他想离婚呐，有吵过这个。他不是说离婚，他是说要离家出走。哎呦，那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对不对？他就是一开始就常常吵架。因为他年纪小我很多，所以他就很多比较幼稚的行为。我就会跟王少伟讲说，他就例如说他才幼稚吧？哎，他离家出走说什么？他要让大家在家里热死，要把他那个电那个冷气的遥控器带出去。可是我还多爱狗，把狗送到那个住宿。离家出走很多次了，最严重那一次啊，他是说他想要出家。哎呦！那是很彻底的，很严重，彻底离家出走。宋谦会在意吗？在意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如果说哦，不会，这样是不会啊。如果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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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不会。没有啦。来下一道题目。好，来。哇，可云跟少伟哥曾经做过最亲密的接触，可以吗？呢？哦 ，Oh my god！ 可怕的一题哟。终究是曾经呐，是过去了。曾经，曾经。来了，一二三，吃鸡喽！一起吸，亲嘴，哇！我猜拍照，拍照是什么烂答案？好烂哦！你到底才是一对哦？你说拍照丢垃圾，拍照生活的走在一起，这样拍照是什么？还能有什么亲密的？亲密接触？啊！现在他写亲嘴，又当时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很想过去射王少伟哥一巴掌。来当时，这真的是过去，因为以前我们就这每天都黏在一起。然后那时候其实 JR 也还没结婚，然后很多我们周遭的朋友都还没有结婚。然后我们都固定去 KTV 唱歌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玩国王游戏。那所以国王游戏就会抽牌。其实他喝醉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跟女生就是比较有亲密的肢体接触。好亲，但有拉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。碰一下，碰一下，对，就碰而已，就碰而已。因为我是清醒的，因为我没有喝酒，他是懵的状态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跟其他男生拍吻戏什么都很 OK， 因为工作。可是跟王少伟亲嘴，真的那个感觉好妙，到我现在都难以忘怀。哇！